唐诗三百首，题李宁幽居，贾岛。闲居少林病，草径入荒园。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过桥分野色，疑时动云根。暂去还来此，幽期不复言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有人李宁隐居的地方没有几户人家，一条草丛遮掩的小路通向杂草丛生的园中。池塘边树上的鸟儿已经入睡，我在月下敲响了有人的大门。走过小桥，眼前是色彩斑斓的原野，脚踩在石头上，好像云脚正在飘动。我暂时离去，不久还会重来，一定不负拜访幽居的契约。再读一遍，题李宁幽居，贾岛。闲居少林病，草径入荒园。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过桥分野色，疑时动云根。暂去还来此，幽期不复言。